大爷，你太幸福了。啊，怎么就幸福呢？刚才看见大娘给你做了一大桌子菜，你不感动吗？不感动啊，我姐姐不感动啊，就是都没会就是她家动了，我吃动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做的那个，这是做的个段子，因为大家注意看，这个话筒不是电视台的话筒吧？电视台有这样话筒吗？大爷，你太幸福了。啊，等我。也没有 logo， 这个不像啊，不像个正规的电视台，还是个粉色的话筒，搞怪了。我不感动，他动我才感动，他动我才感动。听起来不怎么文明，感觉好像是。但是这个大爷好像也不知道是在搞啥意思，给的台词。